大肘子该吃。妈妈，你这个婚纱好看吗？好看。来，你看你小嘴巴，快快的擦擦吧。啊，怎么有两个结不就好了？呀，你小嘴都亲的，擦一下。你那个碗你甩过的吗？哪个碗？没甩没甩，放着了。哎呀，大蒜冠军又来了。喂大蒜都有技巧，姐，我吃一口你喂一口，行不行？妈妈。嗯。妈妈，嗯，妈呀，这小嘴擦，你小嘴，你得擦擦嘛，稍微的。